大家好，我是蔡福的星辰，我是蔡广。那我们今天来到 Y Force LAN Party， 蔡广，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要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摊位有什么样的内容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喽。Hello， 各位 XF 的玩家，大家好。那我是呢这次负责 HyperX 摊位的 Amber。那呢这次他们是使用了 RPG 的概念打造的一个炫光酒馆。那其中的关卡呢有包含了酒馆的部分，会提供键盘游戏。那键盘呢是他们明年会上市最新的键盘。另外还有 Revolver 的耳机可以给大家做试听。那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帮我们按赞，还可以现场体验我们的按摩椅哦。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现场来做体验哦，拜拜。Hello， 叉 F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 Force 2016。那今年叉 F 也很荣幸可以参与这个盛会。那我们的摊位有展示，将会在台湾售卖的叉 F 叉 R 叉四系列的相关显卡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。大家好，我们这次 AOC 呢推出了最新的电竞显示器品牌 Argon。 那这次呢特别准备了六套的设备，然后可以让大家过来做体验，也可以进行一些对战或交流。那大家 BYOC 区的玩家，那希望你们也可以过来跟我们 AOC 小妞拍拍照，然后跟我们产品做一些体验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场呢也会有一些荧幕的相关优惠的活动，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粉丝团做进一步的了解。